大家好，我是 Little Jessie 妈妈。今天我就想跟大家一起去 supermarket 看看现在的物价都升了很多，比起去年的时候，看看我们一般平时要买的东西是不是真的贵了。还有呢，我看片尾就会介绍一个 apps 给大家，是可以帮到大家省钱的。今次呢，我就跟大家一起去 Tesco 看看啦。 Tesco 呢其实是属于一个中价钱的 supermarket 啦，不是太贵，也不是特别便宜的。如果再贵一点可能有 Waitrose 啦，如果便宜的可能是 Aldi 或者 Lidl 这样。那但其实在 Tesco 呢都有些货物呢，其实它的 price 是会 match 了 Aldi 的，所以有时呢都会买到很多便宜的。咧系我哋好中意饮嘅茶汁啦，咁一 liter 咧只系0.79磅，都好抵。仲有咧，我哋成日会买嘅三色蕉啦，喺呢度咧都系 match 咗 Aldi price 噶，大概咧一磅都已经有三个啦。仲有咧好新鲜嘅carrots 啦，大家可以睇下肉类喎，呢度嘅鸡肉咧其实真系几平。譬如一隻雞可能4-5磅已經有一大隻了。我呢就通常不會喜歡買一 pack 的雞髀肉，它又去了皮和去了骨，就很方便。在英國呢，我們通常呢一星期呢會去一次 supermarket 呢，就是買定來一星期要吃的食物的。另外如果平時日常發現有一些 miss 了，我們就會去家附近一些小一點的 supermarket 呢去看看了。最近都有人说英国的牛油和牛奶是很贵，但其实你看看它真的价钱真的其实不是很贵，大概2磅左右已经有一个 250g 了。不过相对去年我们刚刚来的时候呢，的确是加了一点点价钱的。譬如去年呢，我们可能0.9磅已经买到1L的牛奶啦，现在可能就要过1L啦。咁另外意粉呢可能0.5磅已经买到啦，现在呢大概就可能要0.6或者0.7磅啦。来到英国呢，大家都很熟悉 Top Cashback 这个 website 啦，大家可以在这里登记了之后呢，然后你在入面就打回你想去买东西的店啦，之后呢就经过这里 click 条 link 去你想买的店那里买东西，你就可以为你自己的 account 储回一些 cashback 啦。那譬如就好像这样，譬如我想去 Wayfair 买，那我打了，跟着它就会 direct 回你去 Wayfair 那个 website 那里买东西啦。咁咧，最近我就發現咗有另外一個 website 叫 James Donuts， 大家咧可以透過呢一個 website 或者佢嘅 apps 咧，去買啲鋪頭嘅 gift voucher 而得到一啲 cash rebate 嘅。譬如咧，我好似頭先咁啦，我都想去 Wayfair 嗰度買嘢，咁我就揾翻 Wayfair 嗰個 cash voucher， 佢大概咧係有6% 嘅 rebate 噶。咁咧，你就買咗之後咧，佢就會有一個 voucher 嘅 code 俾你去買嘢嘅時候咧可以用噶啦。同時咧，你亦都可以同 Top Cashback 一齊用嘅，咁你就可以得到雙重的 cashback 噶啦。大家可以去條片下面咧，就可以 click 翻條 link， 就可以直接 create account 噶啦。希望咧都幫到大家可以慳多啲錢啦。多謝你睇我哋個 video， 記住 like、subscribe、share 同埋撳埋個鐘仔。下次見，拜拜。